怎么突然大家都在唱这个了？刚刚在看隔壁，不是在最后贴的那一部吗？看我刚才生气啊，不气了。他的最爱啊。嗯。哎，我刚刚终于完整把那部看完，不然都挂着听。就算跳，我还跳到 NG 哎、欸。开起来！你说那一部是暴怒的人吗？对啊，不要生气啊！哦、你看得完哦，天哪、啊，你是神！不要生气！公开哟！八点啦！八点了！八点了！那我先走了。到了，到了，都到了。今天八个人，那我们这个内战就不用间谍了，好不好？不用勾心斗角，大家团结一条心，好，避免又全面间谍。不晓得了，可怜的间谍，满头大问号。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会给大家这个人人都有翘楚、哎，没有只有国王有，好不好？人人都有，大家都可以。哦哦都可以，但没有烟火，避免烟火太过强大。但在中间大陆有鞘翅飞的可以很爽的哦，很幸福，好吧？如果有所遗失，可能隔个几秒后才会补。手动补充，请喊着救救我！手动补充，好好。所以如果你在空中被亲内内。马上打九九五，打九九五，一定来不及的哦，直接下去，先死后再给你，脸直接磨地板，那就来随机分队，昏啊昏啊昏啊，红色下喽，红色哦下喽，下气，红色下去，不要不要下去，我还炸。你怎么还在？我伤心的走了，失误了，太早讲了。我想要过五秒了嘛，应该可以讲了。我也想说应该下去了，可我还是被听到了。对啊，哭啊，哭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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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哎呀呀！哎呀呀呀！今天又是挖矿时间。对，挖矿时间。嗯，我是淘金者。好，你是淘金者。淘金者，那我们跟在你旁边。嗯，好。没有幸运效果就杀了我吗？敲诈你的钱。我们可以四个都是淘金者。好啊。超爆！哎呦，好，淘金者国王，超王！哎、欸，我是国王，怎么办？挖矿啊，怎么办？的吧啊、你是国王，挖矿啊，我国王。国王摔塌，我的国王摔到了。没事没事，这个是四十五层啊，印象中。我有钱，我有一块钱，这会回血吗？会啊，吃饱就会回。四十五层，开挖，快！我还想睡觉了。哎、欸，真的。啊，真的，欸、天气真的太好睡了。嗯。受不了了。现在只要离开这间房间，就很想睡觉。为什么？因为在后面，因为这间房间比较闷 啊。我怕我摔死。不会凉凉的。哦、不是啊，淘金者。淘金者，我是淘金国王。偷心国王。你要玩哪一个国王？我好。我好。你好怎么？我好。我好。你好。你好。这个旗子可以干嘛？哦，你拿着写可以比较多。放扶手，放扶手。
啊？怎么被围起来了？没有，因为这是下来的路。哦，哎、欸，你干嘛呢？我差一块，这是下来的路。国王，可以一块一块一块。小雨，十块，这有这里十块。你吃口香糖突然噎到，这是干嘛？这是干嘛？然后又把它挖掉。这上一秒我才悟过，说这是干嘛？还在睡，就到外面去了。啊，是挖完了，他没有挖到哎、欸，没有挖到。嗯，他还是觉得那个脚哇跳下去比较快、啊。知道叫哎，要这样，然后就给所有人一个撬刺了。哎呦，因为他死掉了，所以他就再拿一个撬刺。哎呦，是是，他又死了一次，他挖到了，他一百块了，他挖到了。哦不，他是要给大家再一个撬刺。嗯嗯，更多的撬刺。哎、欸，没有哎、欸，没有、欸，他没有摔死哦。啊，因为别人会有翘刺啊，别人会有多的，可能跟别人拿吧。哦、oh. ，好了，大家各自挖，挖个石块。好穷哦，超穷的了。淘金者，淘金者。哎、欸，我这里有哎、欸，有什么？要不要来？有金，金泽。你会跳雨声吗？雨生，对，张雨生吗？哎、欸，有人说我超像他的、欸，哎，之前头发还很长的时候，是哦，嗯，觉得不像吧？我觉得不像啊。欢迎。我觉得等一下迪叔可能会摔一下，然后掉了一下。为什么？我是预言家。你是预言家，好，天雨路滑，天雨路滑叫一下，对，去背，可能是啊之类的吧。我有那种浮夸吗？好像有哎、欸，不要自问自答、啊。哦，金砖，金砖，两个金砖，金砖，金砖，舒服。舒服啊！舒服。弟叔，你怎么只有八块？哎、欸，我很努力挖，你知道吗？你要也要来我们这边呢、啊？哦，好。你看，弟叔这边有钱。好，钱。有很多钱。够了，够了，赶快上去。十块了，赶快先去换，赶快先去换。好好好，快换快换！我上去出事啊！我要听你的尖叫声！天哪！你手拿旗子，然后吃饱。可恶，你竟然没有叫！多希望我出事！你怎么会略过那颗洞？哎、欸，那个洞？你说上面的那个洞吗？对啊，小雨直直挖下来的洞啊，你怎么会略过它？搞不好等一下就会听到。因为我有看到啊。你怎么会看到？ Oh, 你怎么可以看到？我瞎了，你瞎了，踩掉下来，怎么办？我怎么办？怎么找到那一个、欸？哎、欸，五十块，完了，好穷啊！完了，我要拿着铁镐挖到天荒地老了，救命！他在几楼啊？换稿子。三楼。三楼。三楼。你第一次玩这张地图哦。可是你没钱了，啊、你再下来继续挖吧。你没钱了，你刚刚学带来不及交，你那个。对。你。我靠！每个人被扣了五十块。我留铁镐，我留铁给你，快点，快下来挖。哦。这是穷逼耶。真的，你直接摔下来比较快。不要了。真的啦。假的啦！220好多钱哦、喔，好多钱哦、喔，好久，还负债。迪叔，你要不要？有钱了，有钱了，要我要。我打一下。我们国王还在思考。哭了啊！我又看到鸡却不能挖，好难过、啊。
去高地。哎呀，我钻石搞了，钻石搞了。对啊，我刚挖了两个金砖。怎么就吃一个石块？嗯啊。哇，你是黄牛哎，免费拿到票要卖出去。好孩子不可以学哦。嗯。太穷了。好穷哦。迪苏快，我一块都留给你哇，迪苏。内内裤一万哇哦。因为了。对啊。哎呦，金了！好，我挖。好。哇，第二阶，我来升，我来升。他会波波就蹦出来，我买，我买，我买。但是转卖，哎、欸。啊，不卖了，不卖了。你做的内裤哦，一条只要15000就好。对呀、啊。原味的哦。原味的哦。我觉得不太舒服了，你自己在那边讲，笑干呢。秘密上升，因为我是要几块可以十块，你现在才终于挣得了，加油！对，所以脱离负债了，脱离负债，这里还有很多，这里还有很多。哦，那么已经500块了耶，太夸张了。我快要可以换铁镐了，快了快了，9块钱了，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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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他们待会不会有什么结婚事件，不然就是你要分200块出去之类的事件。天哪，哭了，眼泪都流下来了，没错，眼泪都流出来了，呜呜呜。哎、欸，找得到吗？三楼稿子，哦，有人听见。恭喜你国小毕业了。哇，还有国中这条路要走哎、欸嗯。对，到国中了。我要去抢中间。你还有高中？走，大学一直抢一直抢。直接读五专比较。未来你还要工作？直接工作了啦，读什么大学？你还要养孩子。天哪，不要养了啦，养不大了啦。那你还要养动物，养宠物、哦、那可以。你还会越养越多，你的花费越来越高、嗯、不得不做更多的工作。那个钱不能省啊，没有办法。跳虚空好了。哎、欸、我掉下去了。你怎么跳虚空？我没有踩到了。不要想不开啊！没事，我又来了。怎么听到我挖东西的声音啊？我在你头上。哦哦哦！我打他，我打他。啊啊啊！哦啊！硬啊！我打他，我打他。啊！开战了！啊挖！好挖挖挖挖！谁也结婚啊！哇，好多石头哦！哎、好吗？可以卖钱啊，好啊。哦，不错啊，哪里可以卖钱？在二楼的那個。OK OK。没有，他刚去的时候还没伤人吧？还是有了。杂货伤人。对。走走。国王的血没有回满嘞，国王。国王。哦，好，我吃个饭，吃饱吃饱。杂货，继续订18个月，感谢续订、哎。我不需要盾，对不对？你盾可以放主手。哦。对，被打马上滚一下，拿在手上。好。哇哇哇！更多的钱，
更多的小吃，更多的蟑螂翅。好了，我穷了，魔机了。好，繁星清白的，他不是间谍。对，没有间谍，没有间谍。哎，没事。哎，不一定哦。哎呦，确定没间谍吗？没有吧？有间谍吗？可是每个人下面都是显示出现，我们都是间谍吗？真的吗？你怎么没看到？我才是间谍吗？所以你们上礼拜是这样子玩的。反正上礼拜就是管他是不是间谍，我就当间谍啊。哦，全员间谍。你是不是快下来赚钱呢？我总记得那时候有钱，第一次结婚不会有扣钱任务。对不对？我记得有，好像有这件事。对啊，嗯。因为之前好像就是因为这样开场会拖太久。对啊。哦。好穷哦！好穷、啊！叔，你怎么偷穿衣服了？你稿子还没升级，你怎么偷穿衣服？哦，不能先穿。天哪！你要先会赚钱，你才能买新衣服哦。啊！啊！被劈了！来来来，挖这个，挖这个！我发光了！好，你的稿子可以升到最高了。好，我发光了，亮晶晶啊！我还以为我是不是不能死，所以要先升衣服。那你也才皮革一而已，干脆买技能比较好。哦，是不会有扣两百，扣两百是那个。哦，游戏开始。哦，我们刚刚是300秒的，不是游戏一开始的。哦，那我还是做三阿米走，等一下，先继续。哇，想睡觉。与骨之间隔两个，老实说，那是正常挖法啦。但是这个是自动蹦出挖，自动蹦出矿，自动的反而暂时空一个比较好。空一个，就是挖一条空一条，挖一条空一条的鱼骨方式。哦。因为正常的矿物就是人家说两格，就是表面积越多最大嘛。嗯。但是因为这个是自己生成矿物，所以其实是建议隔一格效果最好。是不是很聪明？是不是？是不是？好聪明啊！我挖宝哦，哈基你好棒哦，哈基你好棒，怎么可以想到这种方法哦，哈基我怎么都不知道哦，我的天哪！继续继续，对对哦哦，对对对对对，哈基都听假话，我的哈基脚下吧，听假话，我要叛变，我要叛变，我叛变了，渣渣渣渣渣，哎，我把哈基挖下来了，我的妈！偷偷走到你脚底下看，看什么东西？嗯，我当间谍，我当间谍，我当间谍。不要！不要！不要！是被挖下去，是不是？我在玩他。对。怎么又包五十？是要结婚几次？我的天哪，露露米耶！我的天哪，露米，可以投降了吗？是要几次？好，你怎么了？打雷，他被打雷吓到。我没说谎。嗯，在乱发誓啊！在乱发誓啊！怎么把两只先放在这边？啊！后来互谋了，互谋，互谋，哥吗？哥吗？那款游戏还有人知道吗？有吧？有吧？这新生代搞不好听不懂了。嗯，哎，他们很多毛都听不懂。狐毛不就是龟毛吗？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是龟毛，就是那个。嗯，狐毛。
你。哦哟，不能古猫你是不是的？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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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你知道古猫是什么吗？不行，我不知道。你还真的不知道？你看，看着代沟了，完了，代沟。那是什么游戏啊？你玩过钓鱼游戏？钓鱼游戏，也许钓鱼游戏我应该有玩过，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然后他钓到，他钓到鱼会咕猫，然后平常没钓鱼的声音是咕猫，就是你是在一个火锅上的一条鱼，然后你是要玩火锅上的鱼，对，真的真的，它是在火锅上面掉进那个大海的食材掉进火锅里面，对，要把它掉到火锅里。好像有玩过，是那种网页游戏吗？不是，它是算得下来的。哎、啊欸，是吧？它会有网页的啊。它是网页吗？我们那时候是玩下来的。对啊，它是算得下来的。啊 ，Adobe Flash 那种的。哦、Flash 的啊。不是，你是用左右左右挖、啊。有人下去了，为什么已经到了？到底要怎么挖比较好、啊？就是挖石头都有机遇生啊。他把我东西抢走了。哦，迪叔吃饭。好。哎，头痛。然后说岛内台主喝水，喝水，台主喝水，好喝水。我应该准备那个大水瓶，有人叫我喝水就喝水。哇，是就是很多黄黄的鱼的那个。对对对对对。然后叫到河豚还是当鞋？好像有印象，我觉得我好像有玩过，只是我不知道它叫孤猫。那是韩国游戏吧？我还有玩过那种夹娃娃机，然后好像是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哈？哦，我知道 Flash 的那种网页小游戏、嗯。我是玩过那个啦，就是下面你会发射，然后上面会有一个做屁屁的人。大便吗？对对 对, 對。然后还正中红心的话，就会加分嘛，对不对？对，戳他屁股嘛，对不对？自动目前上去就砰。我的大便好像还有咖啡色、红色、蓝色、黄色什么之类的，还可以集气往上戳。这么吃？对，我改天就能收集一堆这种小游戏，然后就是某一次开来专门玩这种小游戏，好像不错，感觉很好玩。嗯，很怀念。找一下啊，我觉得你可以跟团团玩那个啦 ，L 不是 LCD 图那什么 ，LF 2哦、oh, 小朋友去打交。嗯，对。LF 2.NET 召唤邪鬼。就是造家里在蹦蹦蹦啊。嗯，要去吗？他在造我们的虫吧。他造老辛苦。嗯。对啊，巧克力耶！他刚才把我们的书柜炸掉，好坏，好坏！是不是应该先去帮忙阻止一下，不然他们一直炸虫虫。那我要去拿个空。About ten 那你们要下去？有啦！啊，我操 ！No。身体啊，被你身体的东西，可恶啊、哦！你怎么下来了？哦，没有枪不交易的，这边可以交易，可以，那要拿钱，可以啊，你钱先领出来就可以。啊，亚叔，啊，你对话框框，按确认，对，准备完成。啊，按 T， 哦，看到了，嗯，继续挖矿。好，我没办法去偷钱，没钱吃。啊，谁绿？绿绿的，不是我们。哦呦，啊、哎呦，加派！哦呦，村民全部死一轮呢。耶、yeah, ，挖到了！挖到了，耶、yeah ！晚上恭喜恭喜，领水喷装，喝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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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喝什么水啊？口水呀、yeah. ，好喝，好喝吗？谁的？自己的口水啊，自己，
自己跟自己自残自销。哎呦，哦，嗯，啊，你在干嘛？我在跟自己打气。他被我射下去了，这是谁啊？看起来不像巧克力啊，看起来像谁？笨鸡，可是笨鸡不穿衣服的啊，我想不到是谁了。看起来蓝蓝的，可是应该不是卢米吧？感觉音乐比较会就是炸东西。因为刚刚摔下去过，他衣服蓝蓝的。啊啊啊！你在楼上被炸了是不是？叫什么？书柜又没了，又没了，又没了。哇，那不能附魔了哦。啊，就附很低阶的。巧克力哦，巧克力要叠上来。本机，本机是本机，不是本机。那个你要，你要不要试一下？看那边。哎，回来了。好吧，就换个弓好了。我真难射。咣咣咣！什么这样？我感觉射到都没射到。悬浮缓速。那不是幸运剑到底是干嘛的？啊，天桥剑。对，天桥剑。暴揍要剩五滴血。啊，不行！我要去赚钱，我好穷啊！你好穷啊！我的身家被炸弹炸掉两次。哦。我去买书柜都被炸光。赚钱喽！啊啊！巧克力，你在哪？你在哪？你在哪？我在家。你的，我来。回家，回家，回家！哇，我死了！是要被偷走了，不是？我拿走了，拿走，拿走，拿走。你拿走，你拿走。哎，那个技能是要右键吗？丢出来 Q。啊！我想说怎么没有？他还在我们家。对啊，掉下来！我烧死，我烧死，在门口。哎、欸，我在打他，我在打他。他有燃烧剑、欸，拿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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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他顺走了。我拿走了。好，我的弓顺回家。哦，帮我捡一下我的弓在那边。在哪？门口。门。哦，对。被我捡到了。他来了。出来了。啊！他来了。我才刚复活。就把他射下来了。哦，不行啊！他在那边射，打他，打他，打他！他在看我。下去！哎呀，哎呦，这什么翻的、欸？炸完就飞回去。张大梅，真是。是，哎，阿进。打不死小强。低速吃饭。好，哦，加班。好。谢谢。可以给我一点饭吗？哎，我下去赚钱。好吃饱饱。又来了。那我要下去吗？你又在我们家楼顶。楼顶。有人丢把蜡在家里。看他飞过来。在上面那一次。这个给你的，你的，哎哎哎。我的弓弓弓弓弓。哦。闪电异形，发现在旁边那一层。这路上，嗯，去哪里？进来，在楼上偷吃。Yeah。哎呀，我怎么又？又拿到石头了，最多石头，全世界最多石头。哎呦哎呦，打对了！哎、欸，国王你是没有扶手的、啊，你扶手记得放对旗子记得拿起来，这样你血才会比较多。好。你怎么负108啊？
我不知道。他刚那个啦，他刚死掉，分钱给他接。哦，对。哦，哦，钱都在哈基那里。那嘛，可以啊。有没有汇款？汇款，汇款。哎，有人在我们家。那我去骚扰你。敲地下。门口，见，跑进去了。那么多钱啊！一直炸，哪来那么多钱？哎、欸，你可以打露米了。露米多少钱？我下面出事了。啊！你在下面？你在下面挖矿？也死掉了。哎呦！ Okay, 你有盾？你有盾狙的？我没有盾。哎，我再跑了，再跑了。那边在哪里呀、啊？迪叔死掉了。嗯。哦，巧克力有燃烧点，很痛，在地下。耶！我先捡。拿到影院的五块钱，我好开心。地底下，求助，求助。哎，小心地板。哇！楼梯被炸坏了，他快死了，他快死了，是他，是他，有没有事？好，我是。好哎、欸。你先走吧，你先走吧，你先走吧，你先走吧。好。原来家里炸炸炸弹，炸炸弹，炸炸弹啊！炸炸弹。喂。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是我东西被偷吗？有可能。就是我自己跌进来这洞啊！要被打雷！啊，中 boss！ 哦，还不就还好，我刚很多垫脚石。喂，跌到了吗？行啦，哦，一直炸一直炸，好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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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呀呀，没有跳刺，谁靠？在哪里丢啊？这么远？对啊，喂，你说你有盾了吗？我要买一下。我给你，我给你，好，来地上 ，OK。我现在做什么事会比较好啊？你有买技能的吗？你买什么？有啊，有买，刚刚可是现在不见了。他有一个 CD 时间，他晚一点才会。哦，他会自己出现在我的包包哦。对，他会在包包里面。好，什么东西？啊、等那个技能 CD 好了就回来。除非他卡 bug， 因为他有时候会卡 bug。我现在包包是没有看到技能，你可以看买个无敌瞬移。有，刚刚就是买这两个。好，你再来啊，你再来啊，抽蚊子。音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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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楼、三楼、顶楼。来来来，迪叔下，迪叔下。就当那个迪叔的护卫队。好。好。没办法上楼，没办法上楼，对啊。哎、欸，他这又丢哦，没有石头喷下来。哎，每天这样死了。嗨，你好。啊、哦！体术。对、欸，死掉了。他又飞回去了，他飞回去了。音乐什么时候变那么烦人了？对啊，他不说他这一场只要挖矿吗？他骗人，假的，骗子。他开场前面就说：“我今天就全部只有挖矿的画面了。”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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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骗子，骗子，还是他把我们当矿？
他打你们最后一下是不是拿稿子敲？来与世无争的地底下，这地缸很可怕、欸。没有，那是你。我跟你讲，你这时候不要拿盾牌。好，我拿。你不要拿旗子，也不要拿盾牌，他们就不敢来找你了。他认不出来哪一个是你。对。哦。你没有拿旗子，他们就认不出来哪一个是你。哦，是啊。嗯。因为他们现在是看发光啊，看，然后看到你有旗子。他说：“你们可以帮我看一下迪叔吗？我看不到他哎、欸。”哪一个啊？哎、欸，你这个旗子拿出来丢出来，我们可以捡吗？哪个？不行吧？旗子那个旗子啊，我们捡不了啊，好吧，我们捡不起来。捡起来又不见吗？嗯，好像是不行。那我们就一人拿一个，然后如果是没作用而已的话，那没差，一人拿一个这样子。哦、一人拿。猜猜我是谁？没有，那个就是靠那个光影那边。猜猜我是谁？皮卡丘。现在我是谁？我不是迪斯，我是哈苏。哈苏，健达苏奇蛋。嗯，健达苏奇蛋。我觉得以前的比较好吃哎、欸。对吧、啊？所以我最喜欢以前的。现在的超恶心。啊，要买吃的啦！砰砰砰！他顺走了。光顺走了，顺走了，他顺去哪里了？哎呀，我去一下楼上了，注意安全。好。对、摔死了。可以九九五补跳刺吗？没有跳刺。九九五。有了，我可以上去再去骚扰对面了。嗯，哦 ，Q 旗只会消失哦。哦，好抖。哦。拿木头。拿木头。拿木头。杀树。不是拿乳头吗？怎么是拿木头？木头，他又来了，不得不掉了。不，刚离开，可恶。嗯，不，还提出命来。我看到去哪？赶我的。哇，被拿，被弄走了。嗯。很低速命来，他蹲下吗？对啊，他走那个我们那时候的那条路，他又挖回去了，开地一下。顺走了，顺走了，上面上面上面，上面，没射吗？你射到吗？他飞走了啊！他飞，太远了。可恶，是那个弓那个位置。幻想说在这边堵他。嗯。然后我们去他们家玩。啊！跑走了。回家。靠腰，这个人是烂东西。哎、欸，好吧，喂，回家了。有人在炸我们的桥，又在炸。嗯，你怎么骗婚骗到我这来了？骗婚骗到这。上去打架吗？走啊！阿光耶！我不是这样的人呐、啊！幻觉盾！哦，好凶！
啊，有人飞过来了！你好危险，小心屁股，小心屁股！啊，死！哇，你身怀巨款啊！哦，那个是我路边捡的。哇，我把一些巨款带回来。又飞走了，又飞走了，是不是逼我也来飞飞啊？我就是专门去找对面的狗王玩的。哦，他一直在附魔。对，在附魔。哇，我不敢挖矿了，害怕。你真的怕你？你现在哎、欸，你把自己炸死。好啊，你把自己炸。哎、欸，不用，不用，不用，哎、欸，提速下来，提速下来，提速下来。下去下去下去，嗯，好好，没了。哎、欸，我金苹果给你吗？你留在身上、啊。好。要几段哦？好。我把你收起来。我忘死了。啊！我死了。我死了。为什么无敌还死亡？你无敌死掉？对啊。为什么？怪怪的。这个时间不对啊，还没十秒呢。哎、欸，假的无敌时间。假无敌时间。是把敌数藏起来吗？你要把敌数藏起来吗？还是要让有作用？敌数你想被藏起来吗？我想，我想，我想。不，你给我去，你给我去挖矿，等到下一个发光，你再。好，下的确是你拿着旗子，然后蹲下挖矿吧，至少有点作用那样子。好，不是被烧死了吗？没有，是无敌啦，无敌了。然后我无敌，谁被打？一样照被打、欸，谁被打？谁？谁？不是我。哎呀，下面变好暗。他们把那个全部敲到剩玻璃，超难丢的啦。对啊，是哦。嗯，他们就这是故意这那个啊，那个本机好像都是用这一招。嗯啊。这很麻烦呢。我要忘了下次。还是可以炸了。箱子、欸，我这很多，我这很多，我这超多。那把箱子炸了。有了有了有了。你给两个。二四六，身上七个八个。哦。哦。哦哦，炸了！你怎么去的？你怎么去的？飞过去吗？对啊，飞过去。好，一起来，一起来，飞过来。提高高飞过来。所以路被炸掉了。嗯。哎呀！哎呦，好烫哦，好烫哦，好烫哦！哎呦，我一下，啊，撞墙了！哎呦。又在炸，又在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站在我们家里面炸我们家、欸，太过分了吧？太过分了，太过分，太过分了一点。应该是吧？这应该是我们家的。露米，他在我们家是不是啊？这是露米吗？对，在我们家楼上那个炸虫虫的那个上面。露米在我们家楼上，露米要死，露米死，露米吧，露米要死了。啊，不然这是谁？看、欸、他这、欸，这是一滴，一滴，一滴，好、啊，我哭啊，啊，哭啊，啊，哎、欸，那你是给按哪、啊、可以？算了啊，露米按，特别特别，哎，这时候把那个光宝石藏在某个地方。那这时候敌数复活，那这国王宝石还可以拿去交吗？没有、啊，那个这时候就不能交了，不是吗？
那个他会强制重生，我们上次就试过了。可是那藏起来的那个光宝石会在还在吧？不会啊，哎，我那时候就是放保险箱，一复活就全部都复活了、啊。嗯，对，复活，但是箱子里面的宝石应该还在。你说那个宝石还在不在？对啊，这如果还在的话，那边的国王跟宝石可以同时存在的概念哦。还有平行时空的，哎呦，那是不是我和另外一个我有什么 bug 哦？可不可以气跨吗哟？哎呦，迪叔你去死一下！啊！不要叫人家现在去死啦！没事啦，骂人家啦！我也常叫光去死啊！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没事，没事。没有人来了，没有人来了，那已经日常了，他已经把他们当自己家了。不可以下去，不可以下去，不可以下去。哦，刚刚那是繁星。是啊，我就已经有发光了，我都看不出来谁是谁。哎、欸，你发光咯，我知道。哦，所以我应该要换盾，对不对？你可以现在死。哦，好。你脱衣服，你脱衣服，你脱衣服，你脱衣服。他死了。他要死了。你脱衣服，你脱衣服，我要死了。可是你要死了。我也死了。农民。我要去挖他们的虫。开心，我一定要挖掉他们的虫。哈哈哈！点挖那么丑，对啊，国王死了，好让露米有事情做。因为我死了，好处是什么？哇、哦啊，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我忘了翅膀，哦，拉翅膀。我忘了翅膀。哦，你忘了翅膀。哇，你没有九九五要一下翅膀？没事，我有，我身上有，只是忘了穿上去。我，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尴尬。我，嗯，繁星加油！哎呦，出去！有人来丢丢丢丢丢丢丢。哦，顺走了。哎、欸，你下，你脚下，你脚下那个是巧克力。这个是巧克力。对，吃它。哎，吃不到。它飞过去我们家了，飞过去我们家了。是我，巧克力，是我。你的噩梦。它下去了，我是你的噩梦。It's me。它想送去我们家吗？对啊，那是我们家。他想送去我们家，嗯，他好像搞错位置了。我觉得他是想要去我们家，还是他看到这边有人在打？对，他看到你在发光，以为那边是他们，那是我们家。水啦！你要顺便打巧克力阿基，我死了。对啊，他在我们家，他搞错位置了，他跑错边了。哎呦，小屁孩一直打我了。谁家的小屁孩？干嘛、啊？熊宝宝！巧克力，不要跑！斧头，斧头，斧头，斧头！哎呀，哎呀，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哦，摔死！斧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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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斧头！我下去了，斧头！啊！啊！哎呀！耶！斧头，斧头，斧头下去，斧头下去，斧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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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去，斧头，斧头，我们下，斧头，斧头，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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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斧头，斧头没下来，斧头，下去，下去，下去，耶！斧头下去了，耶！中间，中间，中间，太开心了，中间，中间，哎呀，好饿啊！中间，斧头要下去了、啊。九九五，啊，不是要挖矿、hey. 啊，不是啊，哎呦，我摔死了，我摔死了，掉在下面了。
我拿到的那一刻被拿走了，被有翅膀的人拿走了。哦吼！要不？哇，不打了！你今天真的骗婚呢？他就今天一直结，一直结，一直结，还生小孩。对呀、啊，生完小孩，然后又找另外一个再继续结。天哪，拿错了！小心，小心，小心！哎呀，蒂姆又露，不是露米，露米露米，对，没露米。哎，这是露米露。困惑。笑死。哎呦，谢谢！复活了，复活了，你又回来啦！您回来啦！您回来啦！我去买牛排。哇，家楼下怎么被挖成墙？哇，陆敏健生两胎嘞！对，是。国王吃饭，好饭。啊，对面两个也太有钱了吧？这样。对呀、啊。国王自杀。哦，好、啊。我把你存在保险箱里面啊。好。保护你的人生。好什么？自杀吗？我哦，你要我帮你服务是不是？等一下。对，有点。Yeah.就要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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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要盾。我举了，我举了。我要吃的，快点。没吃到、啊。吃什么？吃你啊，好不好？好啊，好啊。我不要，我不要。啊呜啊呜啊呜！大吃一口。有吃有穿有穿有穿，没买我的吃的。哎、欸，我有吃的。刚就跟你讲说我要吃的，你在那边、哦、哇哇、哦、你怎么不给反心、哎、有点失智状态，别这样啊。露米，你在哪里？露米小他耶耶、yeah.应该可以去炸一下吧。我是不是去当长发公主比较好？你说，你说你想去上面吗？高塔上吗？可以啊。找一个地方把自己藏得很高。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请走吧。可以啊。露米，不要跑啊！你走开了你。欸、长发公主，你小心！长发公主，长发公主，长发公主跌倒了。啥？为什么她在我上面、啊？她可能一直躲在那边。巧克力死，巧克力死。她顺走了，是不是？顺走了。她又顺走了。又顺走了。长发公主，你怎么了？长发公主啊！长发公主很脆弱的，长发公主，你的头发是被戳了一，我又戳了一把，对啊，直接秃头哎、欸！哦，我的天哪、啊！还有呀，救救长发公主啊！长发公主，你这样我真的是，长发公主也觉得好难过，刚才像在玩恐怖游戏，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从天上掉下来，到处都是人。他可能刚飞过来吧。是几分啊？六千？六千吗？知道哎。我妈不在。哦天哪，我连垫脚石都没，哭啊！哭啊！对，两下就死了。对啊，他在家里面弄妆。哇，我等下要哭说，音乐骗我。对呀、啊。他说他在家里面挖矿，他骗我，他骗我。明明飞过去，他都在家里，不是在矿坑。对啊，可
都是地表上。对呀、啊。好玩的，剩一根牙齿。嗨，不是你，我找露米。有人去买马？营业没有在帮哎、欸，营业的哎，营、欸、业不打哎、欸，哎、欸，哎、欸，营业让露米自生自灭了哎，哎、欸，哎、欸，良心发现了，良心发现了。你又看戏了，我就知道我跟音乐没有，那表示就是六千分啊。哦，对，应该是。我、哦、这，哎呦，我要打死露米的第二个小孩了啦！跑嘞！露米在哪？露米在哪？跟我说。他在高桥上。高桥，好。哎呀呀呀呀！在哪？高桥飞走是不是？在在在后面后面后面。往哪去了？在他们家后面，他们家後面。哦，地表上，地表上。啊！你怎么了？我露米，你怎么滑倒啊？啊，他丢丢丢丢丢！哦呦喂呀！哦，我摔死了。其他没有帮他意思。哈哈哈哈哈！看他。低速，你的我的宝石在上面， yeah. 上面哦哦。哎、欸，有啊，帮人了啦！都说不帮哦，我的天哪、啊！哦天哪！哦。哦，哎，他要去捡了！我在叠，我在叠，我来不及了。我叫你去救救救救救！哎，我叠不上去。哎，他是飞走了。对，还没，还在上面。去救长发公主的头发，她头发又被拔一撮了。对，还在吗？好像还在。糟糕！嗨！对呀，被拿走了吧？哦、oh, ，他飞回去了，我看到他的人了。不，哦、oh, oh, ，你这底好高啊！长发公主好难活、哦，长发公主。哎，哭了。音乐骗了。音乐骗的。我要替天行道，他一直到处骗婚。我是在替天行道，你为什么要保护他？我明明是在替天行道。这个人在骗婚，我在骗一天我今天结好结满啊！没有打你，后来我就叫允月不要打，不要打，可是打我们呢、欸。我后面是等到你把他打死之后再跟你们打。讲一下，讲一下嘛。不行，我们要替天行道，这么骗也好骗，各种骗。怎么可以、欸？巧克力结完又跟另外一个结、不是第一次事件不会扣钱的吗？没有，他是原本是那个。第一开始啊，现在是三百秒啊。哦，对，原本是一开始就有一个任务的，对，就是改三百秒。原本是一开始一进去就会结婚，然后后来就不要改成三百秒，所以三百秒就是要赶快换。啊，有人还是死稿，这没办法啦。为什么要偷长发公主的头发？而且为什么迪叔你都不吃饱？我有吃饱啊！你没有吃饱，你上面的血就一吃一半。可是我的牛排宝石多都是满的哎、欸，还是你棋子没有拿副手拿？你副手没拿棋子，你拿盾牌啊！跟你讲说，副手不能拿盾牌哦。我就想说奇怪，他那个上面蓝色血条就是一万，然后你们也都没有跟他讲。有讲，我说谁说你赶快死？我想说我都一直吃饱，为什么大家还是叫我一直吃？我已经吃很饱了，怕你吃饱，我吃不下了。我想说，记得妻子放副手哦。就你有说好，就很好。他就一直拿盾，我就想说他可能是想要骗有没有，因为发光的状态，那拿盾就比较不好辨识。我们是叫他根本不要拿，没有。而且有一波他在那个地底，那时候你们都陪着他，我原本在他的底下，我原本要把他挖下来，然后他就一直走动，就一直挖不到，就很烦。然后后来刚好你们发光都走，我就赶快跟过去，然后他刚好在前面挖了很多黄金，
他就蹦出很多黄金，感觉很开心要挖，我就把他砍了。你怎么没有说你有黄金？我刚没有听到这一段呢、欸。我有吧？有吧？你没有说吧？他只打只挖了一两个就被砍了，然后剩下就是我的。来不及讲了，来不及讲就被砍死了。真的。他是说地底下好恐怖哦，所以他决定往高空当那个长发公主，结果当长发公主还是被抓头发。有一个人是那个本机吐露，然后他就很慌张的爬到上面来，然后殊不知我在上面等超久，我就等他落单，然后看到哎、欸、本机怎么过去了？哎、欸，他跑上来、欸，我就砍他。天哪！各种打敌数，好难过。我就说就只打敌数就好了。给你满满的体验嘛、哎！有一波无敌时间，好像 Q 出去就变成是别人吃到，他站太近的关系吧？对，那一次说很帅，我那吃地量加成打掉，而且还加无敌，哎、欸，这时候有用，嗯，我怎么死了？好像也有这状况。然后那个二零就说好像站太近，可是以前就没有啊。对啊，我记得以前多近都可以。啊，可能是丢到陨月之类的，然后发现那时候我刚回放看，嗯，陨月都没扣血，嗯，应该是丢到陨月去了，弄错人了。我是没有注意到，我就一直砍一直砍，我没有注意到有没有效果。不止把前运都吸走，连无敌也要吸走啊。对的。哦，你们钱也太多了吧？钱超多哎、欸，超夸张。经济起飞啊！经济大起飞。太夸张。嗯。而且各种骗婚，因为听说你不是要当矿工又有钱。我是本来想说当矿工啊，这事情就一直有人来骚扰，就说他上去帮忙好了。你不是说今天都我们不是骚扰你，我们是骚扰国。因为没有人要帮 Luffy， 所以因为爸爸负起责任，爸爸只好保护我。我想说是不是每次 Luffy 被打，就说你要死了吗？你要死了吗？你要死了对不对？不会死，不会死，我有爸爸保镖。说我要上来哭，说音乐都骗子，他骗我，骗我，好的哇，矿来了，矿来了，哇哇哇哇！感谢小奈部的超级留言啊，又敲的又搞着敲爆你们，等下这第一波小雨直接把我敲下去，对他们，我们都是啊。我说我敲他，快你挖！我下去之前有挖到一个，我说可恶，直接被打下去，太悲伤了。嗯，观众，我们刚刚吃饱睡饱，所以就只好打低输了。又打沙包。李素表示，我们找露米还附魔，强力式的攻，我们说我们不要，嗯，你要不要？不要，不要，本机要不要？不要，每个人都不拿，被诅咒的攻，打都不要。我想说他们已经很可怜，我就只打迪叔就好了。迪叔超可怜，我说迪叔，你需要我们保护你吗？放在箱子里面的那种。嗯，这样观众，好，好。好，今天的跑酷就这样跑超远啊！这么跑酷、啊、跑超远，太远了。所以另外一边也要这么远吗？到了，好的。迪叔，等一下帮我把这个打掉。好。哎呦，停下！我再打掉，再打掉啊！好，耶、yeah, ！我要到处环游世界了，耶、yeah ！环游世界喽！那你跳起来会怎样啊？起来喽！跳起来！哦哦哦！哦哦！好帅哦！哦，你好帅哦，哈基！哦，谢谢，我知道，我本来就很帅，我本来就很帅，哦、你好帅。我超帅哦！有人，你快跑，你快跑，你跑下去啊！怎么跑下去？快点跑下去！跑，就是往下摔了。对，跑超高，然后又往下摔。哇，这也太远了吧！你要去哪里？好远哦 ！Make it 的。哎、欸，他这样他们会跳到那个、啊、基岩上吧？啊，没关系啊。
把技能上，哎、欸，可是到技能上我们就可以直接到最旁边了。对啊，嗯，哎，对哈，不行，需要修改。挡一下，我挡一下，我挡一下。有有有，怎么快？我要玩。加速啊！好，我来了。有有有，已经关起来，关起来了。好久没有。要到一段距离才有。我怎么变生存？啊！啊哈！又跳一次了！哇哦！你怎样？飞壳飞壳吗？这里边应该有人会偷跑酷吗？帮我打掉，帮我打掉，哦，打掉！哎、不是啦，我的不是我脚底的，怎么没有？怎么脚底了？我刚刚冒火，我刚刚打东西，好要要要！这史莱姆抓把关的摔死！哦，这什么奇怪的速度？哦哟！哇，好帅啊！哦哦，高铁！哎、欸，为什么会飘走？哦，我知道了，坏、欸、了。没有。你胖？你生了两胎、欸，你还想怎样？他两胎都被我打死了。我集了几次算五次婚、欸。这我不懂了、欸，好猛哦、喔！为什么？放水就好了。哦，自己故意的。啊好，所以是自己歪了。对啊，只不过是自己歪，哇塞！喂喂，飘走哇！帅！喂，很像云霄飞车。哎、欸，最后蹲下来就没事了，这、啊、也要走太远了吧？问他。云霄飞车。走到天荒地老，超级遥远。哦，瞄准啊！喂，这关超远，要再来走一次。哦，哎呦，哇！不会走。是，可以跳吗？跳的话应该叫卖，多这一格真的。哎、欸，有用啊？不是这样的吧？简单小跑酷。等下这个另有这个不太简单的吧？哎、欸、呦，我旁边有多一格。右边有多一个，可以走右。这个他们跑这么远，然后不小心在我这边掉下去，他们会哭死的。接一条路让我回去一下嘛。这失败一次就、啊、失败一次就无法那个。有透明的路，有透明的路。失败一次就在下面，然后笑他。就真呆着。然后你还要跑酷回跳回去。哇，这冲刺！这冲刺很好玩你。哎、欸，有了啊！那个维尼走不下去。迪叔，你想要玩哪一关？我不要被杀那一关啊！没有这关卡，没有这关，有哪一关啊？平原、地狱、地狱海、地狱行，原来是恶魔迪叔啊！啊哈！哇，冲下去了！哇、哦！真的很难吃、哦、真的可恶，又挑战一直线冲、哦、差一点冲过头、欸欸啊、我刚好跳过去啊，报告老师。报告老师，我发现多了一格，对，不是不应该有这一格的。报告老师，我哇，可以的完蛋了，完了，白头发的，太直了，我是直男。王者，你看看，哎，等一下，自己跳回来，不、啊，这里可以跳啊。嗯，为什么？哎西啊，哎西，是很难吗？没有了，刚刚生太多了，那个现在有点胖。你这么乖耶。
可能是剩太多的关系啦。他们有西瓜哎、欸！哎呦，你看，好辣的！哈哈哇，他们好像有一个人卡。你说很黑的那个人啊 ？JK 的，他是。我来了，是他、啊哦，对，这也是他，也是 JK。JK 啊，他也是上次也是没有打。九十一，离开游戏。你的网路怎么了？你怎么了？应该是冲线的，可能香港、马来西亚，嗯，像200一样。没错。就整首加，好不好？嗯。那就来喽！好，好，地狱1000分，让我们嗨起来，嗨起来，嗨，嗨，谁是国王？我要去尿尿了。冷静，没事啊，黎叔会罢免成功的，黎叔加油！文心来拿这两颗，你下楼啊！完了！啊！敌死！啊！秒看哦！是怎样各种惨叫？挤开了。这可以是大马的，马来西亚的。哦哦，那应该是马来西亚最近跟台湾网路邦交不好。网路邦交不好。2000也是卡爆。可能中间隔了几条鲨鱼之类的。哎、欸，对，是不是那只鲨鱼出来之后？就网络不好了啊！哦啊啊 啊, 啊！原来是那只鲨鱼被吃的啊啊啊！我八块，我凶手是他，你八块了，我八块，八块这么强？这边有，这边有，来来来，哪里？里面。你刚刚没钱，现在有钱了。付了，快！真遍地黄金啊！减一，给他钱，好，给他钱。上楼在哪？没有上楼，只有电梯，有洞啊，有洞，都是电梯。没有，我刚才找洞在哪？完了，你这样是不是慢了？我不知道。完了，我先冲过去把那两颗都挖掉好了。你挖，你挖不掉，你挖不掉。我试过了，挖不掉，挖不掉。别想吃，挖不掉，挖不掉。我试过了，挖不掉啊。试过了，试过了，试过了。这是什么报复心态？大家都不要拿它。我没有，你们都没有。但炸好像可以炸掉。等下就去买手榴弹了。对。哎呦。挖不到铁了，小雨，我找到你们了，嘿这里，哎，有有有，是上去的路，我要上去，我要上去，这里是上去的路，啊、可是我已经叠了，你好，你要叠不到，走，你赶快啊，你50块的赶快做事，我在走了，谁还那样走的，跑起来，跑了，跑起来，飞起来，我弄你的大腿。什么东西？挪动你们的大腿？你说什么？要告啊！跑步就要抬腿啊，挪动大腿没错啊。我觉得你这样太危险了。没有啊，什么东西？嗯，对啊，所以可以告。我要拒绝你使用奴隶。觉得不舒服，告，就很正常嘛。没有，如果他不舒服，他就可以告啊。所以你可以问他，说你舒服吗？看谁会掉下去。更惨，这句话还没告，我告，我告。更惨。有了，声音接。耶，要死！对，中间是你挖的，我挖的。那么厉害哦，动起来！我看到他们有人摊了、啊，他们有人一在家里面一路挖到120。对啊，120，他们的国王，他们的国王，摊起来，整个大摊心。
啊，你下气啦，你下气啦，下气，你下气啦，你在对面吗？还是被他们乱？他在我们家。好，又来啦。好，你把自己堵起来。好，站。好，我挖的。好，随了。随了。这样他们来，我也去他们家。嗯，噔噔噔噔。哎呦，我留下来的黄金。这里，这里，这里，我留一颗给你了。我留了，我留了。不是，这些都是我的，你留了一颗给我，这么好玩的东西。你你的就是我的。说的好像很好，没有，留一颗给你了，留着，留着，我帮你留着，帮你留着。有有，后面我也留了，后面也留了。不要了，不要了。哇、哦，移动下来好多黄金。嗯？哦。哇，他是强迫症的。好了，我挖他那么多黄金，给他强迫症一下。天梯黄金。他把我隔离了。隔离。给你挖，给你挖，不要破坏我，不要破坏我。哦哟，林少，林少，是露米，刚又刚跟露米站在一起啦，难怪哦。哦哟，会原来会传染啊。奴隶三，奴隶三，奴隶四，奴隶五。刚是他把戒指塞我手上的。哈基，快去奴隶三，快去。你要收好，保管好。好了。记得再生两胎。不要。哎、欸，现在奴隶很强哎、欸，不不，现在小孩子很强哎、欸，现在奴隶很强，现在奴隶很强，现在奴隶跟以前有差吗？没有啊，版本 meta， 还是颜色不同。骂心啊！哎、欸，这个我们红队啊，红队啊，红队的奴隶，我觉得好像有点危险。怎么了？怎么了？又要被又要被告了？被告了？没有没有，没事没事。家有一个脑袋破掉的西瓜，马拉，对啊，破掉了，把它堵起来，打他，打死他，打不到，你们回不来，打不到他，打不到他，我帮你们把它弄掉，我动啦，好，不是有一个黑人跟那个西瓜子跟在我后面，黑人喜欢吃西瓜，对啊，这个不是，这个不是巧克力最常讲的一句话。因为你在旁边再看看，说不定还有可以看到炸鸡。哎、欸，他自己西瓜在你后面，他跑了。啊，他自己旁边有西瓜，我看错，是啦，是真的啦，是真的啦。繁星刚刚那样讲，我好像也看到了。他把西瓜挖下去了。有他们一起下去了，下了。下去，你下去，你下去。哈基跟西瓜一起掉下去。下去，下去。对，他们一起下去了。那我们没办法帮哦，我们分不出来。走下去。两个人靠太近会分不出来。我们下去，我们下去，走走走走走。我们黑人跟你们下去了。我买肾，来来来来，过来黑人来，西瓜在那边，来来来来。我是买肾，买肾买肾，来呀、啊、都来呀、啊，我买肾啊。来来来来，我把这两个带走，你们继续挖，我赚钱啊。你好棒啊、哦！去他们家挖。Okay. 你怎么这么棒、啊？超棒的，对。啊，这个西瓜一直摔伤啊！你这样破掉啊，这样不好啊！他已经破了，你破了，破了，这样不好啊！不要！你在走西瓜？不是，我怎么下来了啦？哎、欸，你把我掉下来，你给我下来！我打 PP 咯，这里是敌人家的小野，我知道。我打 PP 咯，把哈基 PP 起来。我想找他们。都被我隔绝了。哎、欸，我看到西瓜了。哎呦，怎么黑人上来了啦？走啊，西瓜，带你去下面。欸、走错路了，走错路了。你们家我就没差了，好吧？这不是我家。冷迷路了，迷路了。完了完了完了！直直往上挖。啊！我把他们西瓜关在地底下了，我走了。被囚禁了。啊！他在鸡眼上面一个。你刚不在我旁边吗？你怎么瞬间到那么矮的地方？啊、我把那个西瓜直直挖下去啊！厉害厉害！哎呀，你怎么又回来了？啊，他在下面，我就回来了。哎、欸，我带着两个人在一起迷路啊！不要来找我就好了。
欸，我听到他回来的声音，你不可以，你怎么可以回来？过来。呼呼，急我们回家的路在哪？他怎么跑这么快？哎，等放血，不给。走啊，西瓜就送你了。不见了，我跟他挖，我跟他挖，把他挖下去。好，放弃了，放弃了，放弃求生了。我挖地道。迪苏，快带我回家！哎、欸，这西瓜回家，迷路了，卡住了，他刚浮空，那个瓜，对，怎么成、欸？我们在哪里？这里有洞哎、欸嗯，那个其实到处都有洞哎、欸，哇，然后迪苏你就自己坐电梯上去了，对啊。电梯上楼、欸，那个中间要准备咯，嗯，帮你挖，抢钱了，没关系，我们可以找到出口。抢钱，20秒。哎、欸，这里好像就是出口哎、欸。哦，有哎、欸，找到了。哇，我们还盖一个。啊，是拯救了我。有一个人想要挖中间，然后后退就掉下去了。我把后面给掏空了。哎呦呀！哎呦，砍人了！哎呦，死了！那个拔刀在我脚底。哦，可惜。嗯，有挖到就好了。挖到，转。在那边前后左右走，然后走后面就掉下去。笑死！干嘛、啊，西瓜？七分靠打拼，迪叔吃起来。我是国王吗？你是啊，还是可以吃啊。下次吃饱饱好不好？干嘛？这个国度不是国王不能吃饭啊？我也可以吃饭吗？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只是个沙包也可以吃东西，这么好，太感人了。吃，尽管吃。又买好了，对，然后，对，最近平常是都被欺负，怎么黑人不要动，黑人不要，小心走了，黑人不要动，我要估值，啊赢了，估值，还送牛排的，定估值啊，哦，定估值。是什么不能买装备啊？你没钱，装备钱够吗？哎、欸，哇，哎、欸，错了，人家在刚买的哎。李叔叔，你问题不是李叔，你刚怼一下就这种状况，钱应该够啊。这个小子，可是他就是买什么装备？最高级呀、啊，哦，最高级就已经满了。你点一下你的那个装备衣服那边点一下，它就会出现。你脱掉再穿上，你就看到自己了。对，哦有哎、欸，我闪亮亮了。对，他就是要先脱一下。这是隐形装备。迪叔，我们想要书柜、欸。好啊，买给你。迪叔，我想要户头多一点钱。好，小雨救命！后面有坏人。他连灰、欸，他超级1.8哎、欸！哇，有会速敌，所以露米连一个连灰都不行。那个我没有装，我像空装，干干净净，空装，然后一直逃跑。你快上去买，快点！我有钱了，杀人时间，有了，快去！康庄大道。想要对我们的地狱门做坏坏事情，他退走，我们有功哦，哦，厉害厉害，哦，厉害厉害，哦，厉害厉害，有功，厉害厉害厉害，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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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一箭穿心了，耶、yeah ，这个写的有哦。写的有啊，哦，啊，只要旁边不要挡就好了。嗯，你干嘛？在吃肉肉，大口吃肉。好家伙，被打到只剩一颗心。
我被偷袭了，这坏蛋偷回去，揍他！哎、欸，来了来了，我被偷袭！国王，他是国王哎、欸，这么派派啊？他屁孩啊！打一下你，别跑掉了！哎呀，我在这里，你打我啊！我死了，你死了，我死了，你是贱人！我杀了他，我杀了他，我杀了他！维尼，维尼，可以买斧头啊！维尼，国王还在我们这，有破盾斧。小雨，你知道凶杀案发生在隔壁吗？无敌，他无敌，他无敌！真的吗？就在旁边吗？对。我没有听到凶杀案的声音。哎、欸，小雨盾给你。哎、欸，打光，光在炮岩家。光顺走，光顺走了。啊，顺回他们家，算了算了算了。哎、欸，小黑，你刚刚那一场是不是以为那你们是我们家这样子？哦，对。那小雨在猜那个虫啊，啊，你应该是看到小雨扒光。然后重点是我还一直说你们怎么那么快就来到我们家？我打了一个又一个，然后还想说好像怪怪的啊，我走错家了，走错地方了，笑死！我这时候影院还一直找我，说我没看到你啊，你说你在哪？你们在哪？你不是说在家里吗？我没看到啊，真的在我们家。哦，结婚啊，扣钱，开心，太棒了。要看清楚好人家啊。看这个还跟你直接破产。哎、欸，家里可以。嗨，就是这个。这书柜我都没办法弄到。我好凶啊！他吃饼干啊，怎么有人吃饼干啊？他吃饼干！哎呀，天哪！哎呀，你太穷了吧？吃饼干呢？天哪！把饼干捡来吃，把你们捡来吃，龙岩快，太可怜了吧，龙岩快儿，这造酒，这47块饼干，他是饼干怪兽、哦，饼干怪兽、欸，他们有在用附魔了，我打到一把强力三了，哦，走上去了，哦，看到我，他没有附魔台啊，他们有书柜吗？没有。你是慢慢叠的，直接用叠上去的。的弓直接叠还是蛮快的。是有叠东西的声音。嗯，来了。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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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楼上爆崩。没有，还剩一个。下去啦，臭国王。他们皮耶、欸，这些人是怎么皮成那样子？皮蛋。哎，有人在炸我们的水母了。哦，而且我们上面那个被打了那个地狱门。我知道啊，可是。可是没人出来一起帮忙，我不能放柜子，不是柜子，我再往上走了，我回家我们家哎，打把他推下，好走，顺走了，啊，快快了吧，很皮耶、欸，哎、欸，三分钟，这么皮的吗？讲讲，我来到。嗯，酷酷，你出来站出来战斗啊！好啊，来，心也够皮的。你们在哪里、啊？生活管制。我楼上还打起来啊！哇、哦，拿附魔台有人，把我东西弄拿走了。他是开那个，啊、他开那个狂暴，嗯，很痛，打光了，他正走了，我也去，哇，今天这几个很皮呢，会有点气了呢，来了，给不给玩游戏呀、啊？这几个。弄水母，哎，射下去，碎啦！保护了，保护了。家里有一个蓝哦，死了。哎呦，家里的都没事了。皮呀，他们一些皮皮的人，皮嘛。啊，小雨盾又没了。皮呀，哎，我又有盾了。对啊，有我有买。
喵。买的。这些人在皮呀、啊。皮呀、啊，皮呀、啊。什么皮？水果皮。水饺皮。香蕉皮。西瓜皮。这些人在皮呀、啊。你后面有人哦。可以玩游戏呀、啊，哈、啊，啊，不可以玩游戏啊。哎，我后面有人吗？没有，有我们弓箭帮你，阿志。哎，一个发光的射他两箭。哎，你没有射很远啊？因为看到，看到，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你每次的瞬移都射不远，这是烂透了，我下去了。不买瞬移神器。烂透了，游走瞬移哟。要求非常啊，这个瞬移。他们在射我。哎，瞬移哦，瞬移哦，你小心哦。拆他们的桥。谁射我？谁射我？哦，嗨，嗨，来啊！我有盾牌啊！来啊，再射啊！来啊，再来！想轻松玩游戏不给轻松啊！啊，你要认真来啊！来认真是。王哎、欸！认真是，认真是不是？欸、那里太多人了。拆桥。认真玩的话，射几个？我射死一个。来呀、啊，来呀、啊！不到了。啊，不是要认真玩游戏！来呀、啊，来呀、啊！他气有个气，超气的，最气最气，气到不行。来呀、啊！火气大，不要生气啊！气生气给魔鬼留地步，冲啊！谁要瞬移？多买了一个瞬移，冲左边，冲啊！我跟着你要生小孩了啦！不要生了啦！气派啦！不要哎！所以有人要瞬移吗？不要瞬移，没有不用。是不是跟你说瞬移就要认爸的那种感觉？对，孩子你要养哦，哼，要养好哦。哎，快了，快了，弓箭手支援你，单挑啊，下去，拜。先买个两个弓箭手，先回家啦。发光，又在炸。哦，有人上二楼了，有人上二楼了。哎、欸，我偷袭而已啦，你输。外面有人哦，自己小心。好嘞。好。小雨没戴帽。他派派。我附魔附到一半。你派派。你坏坏。哎，我射他。他打我。他从正门过去啊。好。他从下面，他想上来，他只是个诱饵啊！哎、欸，都不来了。他还在一楼，他要上来。他上二楼了，他上来了，好，他死掉了。行。跌喽跌喽。还有一个在我们家。跌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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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跌喽跌喽。就在你上面。有点吓到，嗯，这个陪老陪老这个词让我有点吓到，就是好像某某一种军曹，陪老陪老啦，陪老陪老啦，不一样，陪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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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陪老是舔舌头的啊，嗯，舔的装成舔，舔陪老，这样哈基都想要被，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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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你想陪？都敏都敏站太近了，远一点远一点，还是你都被谁陪？没有，我也不知道，陪到陪的只是一个，就是那久久的梗还是什么，然后结果后来发现好像很多的重称词都用陪到陪了。是啊，是啊。地狱门，地狱门，又来，地狱门两次哦。他打退他们。啊，这样我是不是不能好好挖矿了啊？一直来，一直来。真的，这场没办法，他们要认真玩，那我们就只好认真玩了。好快、啊！他们就几只在那边而已，可以开心挖。等一下再来 switch。好，我先下去多赚一点钱。嗯，那个，哎，哎呦，哎，哎，繁星还行吗？哎哎哎，可以。我关声，关声音。小鱼怎么了？还在吗？没有，我在。那个手，我们家外面好多人，然后旁边，我来，我来，痛痛痛痛痛！地面你们先来，我先守地狱门，繁星小心，有西瓜，你举的，
他的弓好痛啊！啊，无，哎、欸、有他们无敌，我帮你。喂，先付一下弓。我都砍到你身上。有。他们要进来了。你、欸、那个光，他们光在这里。光在我们底下。摔死哎！你那摔摔死。我不会了。光顺走了。对啊，还想顺啊！还要自己送弓呢，哎呦！光死，光死，光死，光死啦！在哪？死啦！快死，快死！我拿到，我拿到，我拿到！快死！在皮呀、啊！掉剑，掉剑了！在皮呀、啊啊！送了哈！在皮呀、啊！送了、啊！家门口，家门口支援，家门口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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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在皮呀、啊！送了！皮皮呀、啊！皮没有，不是啊，我后面一个本机很骚的在追我，哎、欸，终于哎呦，有人，有人，有人，然后快死了，快死了，不要、哎，哎呦，哎呦呀，太猛了吧，时间好啦，哎呀，刚刚好，刚刚好，哎呀，祝福我们皮，耶，放了，放了，好，好，假如你深情，哎呦。哎呦，哎呦，买一个保险柜了，大家可以用。那、啊、这个楼梯怎么是交叉式的啊？我们家楼上有人哦，你们哎呀，小雨，哎呀，好，哎呀，负债了，下去，哎呀，赚钱哦，负债了，掠过你的头，不要杀人，很气，很气，很气，吃啊！不要跑！不要跑！死！是捡他的。为什么挖矿有升级？会啊！哦，小鱼，你有捡到啥吗？嗯，没什么。面包。面包。面包。对，面包。喂，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是苹果？为什么有苹果？他把筋剥下来了吗？对啊。哎、欸，反应后面有炸弹。哎、欸，有射杀射杀！哦，附魔金苹果！哎、欸，来来，还你还你，给你。啊、哦，是是是是，你拿你拿，你可以多吃一点啊。是是是是是。楼下是不是有人在打架？楼下。楼下很平稳，应该还有很多颗吧？有啊，三颗了，三颗，三颗，四，我给你一颗啦，一颗掉，给你一颗掉，耶！伤人，哎、欸，等一下我自己家，为什么现在家一楼都是敌人呢、啊？真的吗？跑跑来啊！对呀、啊，然后那边叠屁呀、啊，哎呦、哦，我只是出来看，有人在跟他们在跟旅行商人换东西。我们现在一楼进来也都是敌人呢、啊，两个人围我，哎，要怎么上去？这里吧。我也在找上楼的路。啊！啊我们需要指标。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说在找上楼的路，然后楼梯就在他们背后。够了，你们两个。完了，路痴。你应该很容易看路啊，练了那么久。哎呦！哎，弓箭手支援啊！上面有人哦。小心哦，路米对面国王在射箭。好，我们家二楼有一个跑进去了。旅行商怕了，打不动。阿爸还吃修丢。欸、旅行商会飞、欸，好，哎呦，挖不下去，我是不是要断线了？我也断线了，哎、欸，我觉得断线了。那个，我想说，为什么旅行商在飞？我白痴，我想研究，我揍了黑人揍了一百下，休息。不，我断线了。代表是不是有人外流 IP 啊，在做坏坏的事情？我们赢五十分哦，还是八十分哦？外流 IP 啊，是不是你们在对 DOS？ 黑厕所啊，是张帅啊！对，我有饮料来了，今天。
王彦叔。糟了，我没听过。那没听过吗？没有听过。暴怒的人要几分端？什么？那没听过？我真没听过。居然 你去 YT 打"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就找到了。不生气。嗯、他们好像，他们教会是有人就讲说，不要再学这个，这是我们专用，我们自己创的。没有啊，好歌就是要分享啊，真的啊。觉得这种好歌，什么金曲？不要生气。好。这也太甜了吧！不要生气。又是无糖全糖的那个？不是，我刚刚说微糖少冰，然后它喝起来像加倍糖。喝什么东西啊？乌龙奶啊？乌龙奶怎么会甜？哦，好甜哦！这个是怎样？它根本奶很甜的奶精吧？哇！家暴你的糖，真的？他有摇过啊？是要起来摇有没有？是你本身要摇，对，是你本身要摇，自己摇一摇。对，用之前要先放桌上，然后是你跳起来摇一摇，摇一摇，摇一摇。只有先摇一摇，他还不能连是不是？对啊，好像是伺服器炸掉了，好吧？哦，原来是这种。完了，JP 只好预防性积压了。如果真的是，好像跟其他无关，好像是伺服器自己本身爆掉了。現在那你现在远端连得进去吗？就是远端连不进去啊，之前有问题，远端都还连得进去。那真的是被DDoS哦。嗯，没有，远端连不进去应该是那个啊，伺服器自己坏掉。因为之前如果有 DDoS， 它 还是连得进。因为我知道的 DDoS 是它会有传一个大量网络封包，把你的网络塞住这样子。那你就是可能其他的远端啊什么的都会连不进去。外给大家的 IP 是另一个，所以就是两层，麦块伺服器。会被 DDoS 爆，可是电脑还是可以连进去，有做这个保护啊，所以电脑连不进去就代表伺服器有问题，可能断网啊或者干嘛的。嗯，哦，暂时连不进去。我们只好先来 happy 手了。我已经进来了。下一季了吗？还没吧？还没。没有，没礼包可以领，因为下一集。嗯，还有三天。王都还没领呢，王都还没领，天啊，赶快领！赶快领，最后几天了。粉尘有300多个，来抽个这个。哎呦，我好一个成就宝箱还没领。哦，不对，我11个都没领哎。全糖饮料，你们喝下去。可以啊，不行啊，牙齿很痛哎、欸，我不行。那请问转职成台南人呢、欸？移民嘛，不是转职，那是一个职业吗？他们就是台南人啊，哇，台南人是职业，然后他们是 already 啊，对不对？哦，哎，全糖喝下去会一直很有卡痰的感觉、欸，我觉得是年纪啊，我以前也是喝全糖的、啊，我也是啊，对，我其实以前也是喝全糖。我从来没喝过全糖哎、欸，我没有喝过全糖、啊。我以前都唾弃喝半糖的，然后我现在是唾弃喝无糖的，因为我喝半糖了。之后你就会喝无糖了。无糖了，曾经喝半糖，后来到微糖，现在就无糖了。哎、欸，我真的慢慢的改掉了、欸。以前都是想说没有甜不行，现在个人觉得好像无糖绿是正常，感觉比较正常。喝到一点甜就哦，好甜哦，很不习惯。对，开始慢慢有在调整了。哇，刚才咳嗽声就是喝到糖的咳嗽声，是不是露米？没有喝糖，我喝无糖的，喝太甜了，喝太大。对，我是喝蜂蜜。请打出 IP。192.168.1.1。打出 ID， 你的 ID 是这样子，你的 ID 这个很猛哎、欸。有点厉害，因为我有 B 牌位置啊。我知道，我要趁这时候偷看广告。丘特卖，我不知道。丘特哦，丘特那个降很多哎、欸，超多。我真的觉得丘特比夏特还降。丘特跟冬特都会比较好啊，都会折扣比较大。
有人谁没进来？进了，进了。哦，我哦，小雨，哦，小雨哦，你是第二个邀请的。哎，他说 you cannot invite the plan。哦，你说啊，不好意思啦，再邀一次。哦，自己关闭了，然后再邀。哎哎，没有，我以为你说进来是。伺服器开好了啦！哦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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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了啦！哦牛，哦牛，哦牛！哎，我要怎么？嗯，七个人，谁没进来举手？我，你有加你吗？哦，又是你，又是你，我有看到你邀请，可是，再邀一次，哦，有了，有了，就你最特别啦！有个实力，他刚跳错误讯息哦，不是我的问题哦。啊、所以怪我咯这样子。没有啊，我是怪 Happy。哎呦，各种怪啊。他们又听不懂。那我们就来久违的双杀手啦。杀。一趴一趴起来。杀三趴。五趴三五趴。五趴四趴。三五趴。四趴。一趴，我不要相信你们的话。谢谢大家，是村民，我也是村民。村民哦，黎叔，你在哪？黎叔，我们一起，我们不要相信他们。黎叔，我们一起，我们不要听他们的话。我们一起，啊、老师看到我，跟我走，跟我走。我死就是他计，我死就是他计。会哦，很危险。我们最好的。啊，抱歉哦。黎叔，你们更好。Oh? 没有，我觉得你要杀我。问他、啊，哎、欸，你没有马上回哦。你要相信我、啊。有人死翘翘了，是不是？有人死了。人死了你看，刚刚有人死，我在你附近。有两个呢，不好。有声音，你看有声音，我在你旁边。奥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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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哎，奥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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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那个李叔，你也死了吗？我也是看到，怎么死了？一个女的，女头发，一个女生头发，女头发，女头发，女头发是什么？头发，头发可以分男女。她太大众了。哦，大众大众脸吗？大众脸，咖啡色头发，咖啡色。Annie 吗？还是杰克吗？哎呦！啊！我是看到 Lumi 了，是不是你？是不是你？不是我，不是我。是的，是的，是那个咖啡色头发的。啊！不是你的，不是啊。人家就要打你，你还直着走啊，露米！哎呀，我想说没看到他偷剑呢、啊。哦、我就想说，我露米、迪叔三个人在一起，怎么我跟迪叔死了，露米没死？我原本想要先杀迪叔，嫁祸给你啊。哦，太绝了！我只是嫁下迪叔而已啊。没事啦。迪叔还满怀信心，以为我是杀手啊。哦，你学会面的东西会被炸成这样？对啊，会垮，当掉了。好，哇，这个妹子很手速很快、欸，对，活着呢。没有，还有本机，还有本机，还有本机，就是啦。我还在底下。哇！他拿了个补刀。哇！他看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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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还怀疑你？真的想射影月啊！剩下两个人掉工喽，剩下到底在干嘛？一个人喽。哎呦！然后你迎面过去，是光，他杀满天呢，全都他杀，他杀十七个，露米才杀两个。天哪，露米中一个，好卡好卡，卡了刚进来。你杀两个，你就只杀了迪叔跟巧克力而已。没有，还有我，没有没有，我杀汉季啊。所以我是被别人杀，你是被别人杀的。你们两个一起在那，我正常，我不管，我要杀露米。哎，不是不行，你是杀手，我可以，我是好人，你一定是杀手。小师妹变了，你有跟着你走。没有迪叔，我保护你。我死了就是阿季，我死了就是阿季。我死了就是蓝蓝的人。阿纪啊，蓝人是什么？我攻哦，我攻哦，好去献祭了啊！哪里？又不在你们那里，很懂的。哎呦，好可怕，迪叔，我操！不要跟着我，小师弟，相信我。是谁？到底是谁？中毒，有人中毒。啊啊！那个蓝色头白衣服啊！蓝色头白衣服，对，蓝色头发白衣服。那个我看一下 ID 哦。哎，不
绿色的也有一个，来个绿色的，有两个。那笑很开心的吗？恐龙。哎哎，我射了，我射了，我射了。天使。我射了，我还抓到最好的时机点射。迪叔，你还看戏啊？你死定了，你死定了，你还敢看戏啊，迪叔？我想说要去监工啊。两个杀手，杀爆大家！哈基拯救世界了啦！哈基看你了啦！没有攻击，叫那个啦，他们攻啊啊！站的太明显了，那个啊，站的地方，就那个啊啊！哎呀，反反靠你了！主机停电啦，我们只要玩 Happy Soul 啦。对，停电了，停电了，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噔噔噔噔，小恐龙！哇哇，牛！我的天！哇哦！他出来了！哇，不行，我不能提示。啊！掉下去！掉下去！啊！吓死我了！怪人，吓死我了！他的头是一个魔术方块，他拯救了你。是魔术方块。有拿入头。然后你成功吸引他的注意力。真的，你闪过三个飞刀、欸，哎，真的假的？真的。咻咻咻，全闪过。你记得剪出来让我看。没问题，英勇帅气的一面。我要相信的火影大人，我要跟着鸣人走。他现在还不是，他只是个下人。而且刚那个刚分好小队的时候，投资啊，对不对？相信着他，押宝不动哎、欸。等下等下后面掏出一把剑，他凝聚先你输一起啦！太月太月，你好哈基你好哈基哈基你好太月你好哈基哈基你好，你想干嘛？你想干嘛？哦哦哦！刚刚那是不是本机吗？刚是本机的胜利之弓。哦，这个没有啦，这个不是已经要仙人模式了吗？胜利之弓，这是要仙人模式。哇，你们这样看都看得出来。嗯，他衣服不一样。哦哟，我要跟着他，竟然可以仙人模式的鸣人这么强。哦，他杀人！就是他吗？就是他吗？他凝聚好了，他凝聚好了，他凝聚好了。救命！我被聚住了。没有，你到现在吗？都看快呜！啊，不是啊，我们不是看到不想看了。对啊，你们不是看到不想看了吗？我怎么相信的？投资错人了。尴尬了，完了！哎呦，见死了！五块钱的！迪叔，迪叔，安静哦！还没有钱，还没有钱！啊，我在努力赚钱呢、啊！赚钱还是杀人？我在哪？啊！哪一个？后面像有点像秋风那个。哦，是那个紫紫的那个。哦，看到！他刚才在附魔。秋风。是我吗？秋风，哎呦，秋风，别走，秋风，哎呀，哎、欸、卡的啦，谁、哎？我射到露米啊！哦，对，你射露米，对，刚一个一卡，这个飞刀，哇，开杀戒，鸣人左边打开杀戒，耶！露米，你忘挡在前面。我看到钱就冲过去了、啊，卢米是谁呀？他脚下有一万块、欸。啊，我是你，我也捡的啦。剑的形状。他超久才动哎、欸，然后他进一个房间，然后就一开门就看到里面有个尸体。我下次也要这样子玩。他们两个都超久才动。知道的太多了，被看到了。你要拍桌，马上拍桌，看到尸体马上拍桌。马上拍桌。我按太慢了。起拍狼。几块可以献祭啊？都可以啊，一块都可以啊，直接按也可以，只是就是看你的运气。好好，你可以把地图给他。对，我都把地图给他。地图给他。
我地图应该不是啊，平常你会看地图吗？也不会吧。掉空的时候啊。好。怎么按？按按钮还是刻出去？你说你干嘛？我射你。拿着右键点的。就把你要给他的东西用。什么？卢米那边有弓，这个是盔甲架的，盔甲架的弓吧？哎，这个是盔甲架的弓。那个绿色头发、蓝绿色头、枣枣头色头发，那个叫什么？蓝绿色头发。是啊，阿 U 啦，那个刚刚倒地这个。一名杀手遭到被杀死了。那你是蓝色头发呢，还是绿色头发呢？蓝绿色头发，那就是海藻色头发。海藻色。你怎么说湖水绿啊？蒂芬尼绿啦，蒂芬尼绿，你可以讲湖水绿啊，或你可以讲史蒂芬绿，史蒂芬，珍妮佛兰，珍妮佛兰，我被诅咒了，我被诅咒，我被诅咒，蜘蛛跑出来，蜘蛛跑出来，我被诅咒了，有被诅咒，有被诅咒了，我去找蛇兵，哪里？哎呦，在哪里？那我们都好哦，哎呦，他自己影院卢米都好，迪叔也好。迪叔不好，迪叔你刚刚忙掉了。迪叔你呢？迪叔在二楼要去桥那边。不想杀人了。有人吗？要跳下来了。不要射我了！你是不是忍不住了，迪叔？我什么忍不住？我忍得住。感觉到祝福，要掏出的小刀刀。哎，迪叔也好，迪叔也好，迪叔真的好。迪叔很好。那我们这边都好。真的。我觉得公司掉在哪？地下室吗？感觉上是哦。又死了，死了，死了，死了。哎、欸，死了！哎、欸，弓掉了。小雨，哎、欸，臭小雨，好啊，那是小雨。没有，我很好，我超好，拜托。你不好，我们看到你手上的东西了。我很好啊，我只有骨头哎、欸，我没有刀。你很好是不是？拿着坏坏的东西吧。出来啊你！露米有没有看到他？有呀，他在下面。哇，出来啊！没有没有没有看到他。音乐的妖力也是很强。他下来了，他来了。啊？你的妖力很强，挡掉了。我看到妖力很强，是吧？太远太远了，你妖力超强，音乐。哎，我夹着你的头，然后撑着。对啊，阿基看我们。哎呀，卖毛病，卖毛病。完了。有点忙，有点忙。啊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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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哇不不不。走后面。哈哈哈哈哈。巧克力，快点走后面去。你跟他啊，巧克力拿的是霰弹枪啊，他拿霰弹枪，而且我想说拍拍你的肩膀，嘿，这样没错，又没射中，乱套，很想帅一波啊，对，我还想说戳戳你的脸颊呢，你转头有没有一个箭直接插在你上面，结果就。直接他腿了，直接歪了，我的天！哎呀，这是哪里呀？我怎么没看到这里啊？我又看到鸣人了。鸣人拍拍，哎呦，小雨，哎，迪叔有杀气，没有，但是他不会死，我都是阳气，阳气，没吗？对呀。吸走谁的阳气？哎呦，你小倩哦，小，搞不好是姥姥啊！我被搞不好是姥姥，姥姥就可怕了，听起来好老哦！啊，白有白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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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是那个白色的吗？全白的吗？那个 S H I C 吗？我其实觉得这边有点不太一样。啊啊啊！完了，你这个遗言没有任何资讯。你不是鲨鱼哦。任何的建设性。白白白，真的是白，这是白。这全白吗？还是脸白啊？都是白，他很白。有一个人的头是白的，说不定他一个死人的美呢。没有全白，全白石头人，类似石头人啊！他死了，他死了，死了，死了。李叔，剩你了。啊！你是该亮刀了。我没有，我不是。我小绵羊。小绵羊有所吃肉的小绵羊。还是马厩，一个马厩人，是吧？哦，他有亲过我哎，他有放过我哎。他应该不是啊，哎，死人了，哎，有人死了。不是黄色杰尼龟吗？是吗？知道，还是异色瞳？不不不不不。
哎，你进的吗？进的吗？黄色金龟。哇哇，这个哇。啊。没有那个躲在深一点而已。哇，这很会躲哎、欸。我也死了，好恶哦、喔！有一个村民，好恶心。肌肉村民。哎呀，迪叔也死了，吃饼干啦，迪叔。迪叔死了。哦，谁了？剩下谁啦？环星，本季剩你们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本季就没砍我。本季呀、啊。他演超久哎、欸。真的。自从刚刚在旁边，我就一直很担忧他，他也不敢。西瓜，我有点懂了，要先演一下，感受到你的杀气。哎呦，再来是不是该迪叔了？就该我了。是，我觉得是巧克力。有我，那我要找迪叔。我不会是。我要找哈记。你找我不要，啊、你找他去。那苏姥姥不要。苏姥姥，干嘛还逛大观园？姥姥好、啊。苏姥姥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哦，嘿嘿。哎哎，太快了吧！哇，巧克力都输了。哇，我追第二个刚好是侦探，他回头一见。好撇哦，这里。我原本还想要晚一点去找迪叔。哇！那新的时候是不是比较卡？对啊，我今天好卡、啊，有盾。嗯，跳着跳着就卡了。嗯，那、欸、那就留。今天又打不开栅栏门之类的。喂、哦，在哪里？不知道。谁是坏蛋？哪里？谁是坏蛋？是谁？李叔不用演了啦，李叔。我就说你干嘛呢？哦哟！拿雪球丢！不要走，坏人不要走。我是好，我在练飞刀，但是有一个飞刀飞过去了。我在练飞刀，真的就飞刀，飞刀就飞过来。哎呦，哎呦，露米好，露米好，我好，我好，我也好，我就在丢丢迪叔，没空。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不要不要不要，很好很好，那种丢不中你啊，是是卡。在哪兒？哎、欸，迪叔你不要动，我丢丢看。我想被带着。干嘛？你干嘛出来？有吗？有中有中吗？没有哎、欸，没有，我怎么都没有了？啊、完了，要雪崩了！雪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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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雪崩好像不会死人呢、欸，我之前都没事。真的？你上次不是刚好是被箭车射到吗？人家说好像不会死。哦、啊，它地上会多雪哦，减雪了，会让你走的更难走。哦哇、啊！还有更丢我的伙伴了。哎呦！李叔你在哪？我看不到你。在那个哪里啊？哎、欸，怎么每一个都有人呢、啊？等三六人，每个都啊啊！卡住了，卡住了！我被雪咬住了，我被雪咬住了！救命！我动不了，动不了，我动不了！卡住了，卡住了！好笑，完了完了！哎，有了有了有了！哦，有了有了，有动了有动！叫我，丢死你！叫最大声的就是你。啊、小雨，啊、我又不会缓，我一直坐在这上面呢、欸。哎、欸，我除了雪崩之外，我都一直坐在这里。哎呦，你说你哪里？阿纪，是阿纪。哎呀，让你讲到话了啊！哎呦呦！哎呀，哎呀哎呀演很久。加油啊！练一下，练一下，不要卡住了，走掉。我要他在里面，他在里面，他在那个小空间里。我室友，室友，帅帅帅！哎呀，哎呦喂呀，哎呦喂呀，哇，好多雪球！他都没有功德雪球，你这很危险啊！我会轰杀进来，完了，鬼在那边要走进去，啊，走啊走，他打走，他打走，我又杀一个，又杀一个，睡。想干嘛？哎呀，杀一下嘛！别路走了，白金。弓箭呢？弓箭呢？阿金，小雨在你附近后面。知道。嗨，你好。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还有15秒，你要快哦。哎，你卡住了，先生。哎呦哎呦哎呦，剩下四个人。现在不能多说了。要死鬼了！
嗨。他说他有，他屁股。地图可以看到所有人了。你可以先杀他。哦，有中有中。哦，路米有三个。我感觉应该有点来不及。完了。完了。可以可以。完了，这边有两个。有个在看戏。哇，这个没到。哇，这个攻击很好。哎呀，可惜。垃圾没了，你别再打了！啊、我被抓走！哎呀，哎呀，太扯了！我刚画面我是往前跑的，但是剩下一秒才可惜，杀了19个人！哇、哦，都是你的队友在累。他开场的时候，小龟是不是你？我说是你啊，那就两个都是。好会哦！哎呀，而且是我看到迪叔在追着哈基，我想说啊，那我就不追迪叔，让哈基知道。我是在一个房间杀人，然后结果刚影月不小心看到飞刀飞过去，看到对被你讲到话啦。我当过了，当过了。影院还没当过哦，我是侦探。你怎么讲出来了？打我呀，来呀！迪叔，你为什么慢慢靠近影院？你怪怪的，迪叔。明明就是哈基。你是想报仇？我哪有？那我有这么坏吗？好像有。有有有，你讲话怪怪的，你讲话怪怪的。想干嘛？这只老虎。哦哟！老虎。啊！下面下面死在下面。哎呦，黄色哎、欸，不是还有哪？黄色皮卡丘，侦探公，他是好人。是皮卡丘吗？下去，是迪叔，是迪叔。不是我，不是我。那、欸、那是不是繁星？我没有，我是王，我是平民。死人了，死人了。啊？哎、欸，那不在我们这兒、啊，不是我啊，我的话刚就 double kill 了呢。嗨，小雨。嗨，他叫不见了，他叫不见了。对吧？帮帮帮帮帮帮帮！哦，这地图有多陷阱哎、欸！多陷阱？就是有原本没有的陷阱。哪里哪里啊？就一个骷髅。你说这个、啊？这边可以爬，迪叔回头。不是不是，后面这个，你看、這個。你是不是要杀我？你过来，你过来。哎呦！这以前没这么难的。然后要那个骷髅可以换饮料。我想要换工。你是不是这里这里跳过来跳过来？好，路米路米，我黑了，看不到路。哎，你有工？我在拿钱，我在拿钱。哎，你想干嘛？我看到他长出蜘蛛网了。哦哦，怎么手上的东西都没有啊？他。我手拿举太久了，长蜘蛛网了。你为什么跟我抢？这边好多人、哦，我差一块钱。这边这边这边，回来回来回来。哎、欸，蓝头发的，长得有点像小雨，但不是小雨。哈啊，不用拿了。啊、我刚才在失明当中就结束了。啊、哦，来啦，最后一场喽。啊、哦，最后一场大家要小心繁星哦。刚刚不是最后一场，我以为。呵呵，是你吧？我当到杀手才是最后一场吗？那可能要加班喽，要加班喽。远离繁星，对，远离我，小心。远离，我是安全的，我也是安全的，我是安全的。平民，我有职业，你有职业，很危险哦。你走。好，要跟着你走，你在哪？我们要跟着你。繁星，我在床上等着你。哇哇！我今天才被我今天才被我床上抱着吓到啊！蓝色的，蓝色的那边有一个蓝蓝头。蓝色的哪里哪里？大刀阔斧哎！在换东西的地方啊！是那个吗？白白的是也是吗？换东西，我不知道，我操！繁星，你也死了。蓝蓝头都走开，蓝蓝头走开，没洗澡，没洗头，没洗头。这时候繁星迪叔路比都死了，白色的，白色的，白色的也是哦，白色的全白的，哦，太卡了，我这场全白，这场好卡哦，我这场完全没有任何力量，杀那个，太卡了，对哦。
好棒哦，好棒、哦！然后呢，蓝蓝是哪一个？蓝蓝是哪一个？在我屁股后面，你死啊！你打到啊！我是误杀屏幕。他是蓝蓝的没错，是蓝蓝的没错，蓝蓝的是不是小雨？对的，蓝蓝不是我啦，我最早看到我以为小雨死了，我看到我看到，我以为另一个哈记，另一个哈记，预判射错蓝蓝的啊、哦，对不起啦，你也蓝蓝的啦，啊，那杀手不是我们。这样加班了什么我的要再加班加一场了这样很卡对啊关出来啊上地图好卡超卡、嗯、超卡我是觉得今天整体都偏卡真的对我雪球有可能有没有所以不是四不屑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这个世界是大挖你都这个世界的四不屑都卡卡然后不是那个蓝车本金有攻吗？他来了，他来了。我差一个金锭啊！他来了，你拿九坑金锭丢他。哎，他也卡卡，他也卡卡，人家不懂。他是不是卡在雪里啊？我觉得他刚刚是卡。他刚卡住，被咬住了。他的为什么看起来丢出去有两个东西啊？哦，我剑士软掉了，完全射不出来。剑士软掉了，怎么软了？哦，那鸡腿棒棒打他。对啊，他其实是要打他。哦哦哦，好吵好吵好吵，棒棒棒棒棒棒棒！不知道不知道，卡住卡住卡住！好卡哎，我这边卡住了。太卡太卡！我接到是分解动作在炸，可以关了。我的获胜特效太吵了。争最后一场喽，等他。那下一场是争，然后最后一场改。最后一场改。最后一场重置版。我是平平，开着哦，我被传走了。我是好人，我是好人，我是好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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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人。你为什么要胡乱人？太狼几下？哎呦，输人了，你怎么被吓到？输人了，输人了，你怎么没有被吓到？我有被吓到啊。我就静悄悄的走在迪叔后面，跟在迪叔后面，好可怕！钱，我也被小雨吓到，是在乱跑。为什么被他吓到？啊，露米，你看到他哪里？我是好人。干嘛？这个人干嘛？你干嘛？干嘛？彩色人，你想干嘛？彩色人，哦，看到了，谁？谁？那个。又蓝头发的吗？衣服是蓝色的，对，又蓝色的，衣服是蓝色的，是蓝色的。进去屋子里，进去屋子里，对，那个很奇怪的。啊，没射到，没射到，救命啊！在你后面。完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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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啊！哇，气死了！对对对，追他去的那个，两双色头发的那个，对，双色头发，蓝蓝的。哇，本机居然拿到弓，有两个，两个很像哎，有两个帽子是一样的，两个帽子的蓝的。哦，他把另一个刀了，他把另一个刀了。爆炸！要爆炸！要爆炸！我们先走了，直接撤！我们先走了。被崩了！被崩了！我死就小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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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死就小雨。蓝色杂讯，蓝色杂讯，你们不要过来啊！走开啊！蓝色杂讯，哎，爆完了，爆完了，爆完了！还没有小雨吗？我死就小雨，我死就小雨。小雨也是蓝色头发，衣服杂讯呢。露米干嘛？露米干嘛？露米，嗯，我捡钱，我差三块钱。啊！哎呦，不真的！一个都还没死哦，他在下面呢。这个吗？怪怪，露影怪怪，露影怪怪的。这个？哎，对对，就那个，就那个，音乐快死了！啊！卡！我卡住了，我卡住了，我卡到！哎呦，卡住了！我盯到他了啊！碎碎碎碎碎！好好好好，定的好。还有一个，露米别演了，露米，露米别演了啦。那个卡。卡了，露米死了啦！露米别演了，起来了啦！露米别捡了啦，起来了啦！我这场演死人啊！你还可以，你还可以再送。演死了。谁？谁？后面有一个一直在打你。我一直听到。谁呀？还不出来？啊哇，鲁豆！该出来啦！我台前啊！不是，他是拿弓想瞄我啊！对啊，他想射死你！毛病啊！他想跟你同归于尽。好，这样感觉怪怪的。哦，死了！哎呀，对，死人了。
好，该说我想说加速一下游戏。哦，你随便杀人啊，白痴哦！侦探杀侦探呢、欸、？What the fuck？ 你很会啊！哎，我被炸弹卡住了，我死了！哎、欸、哎、欸，你们都卡在住了，我都在上面呢、欸，两个人。因为炸弹门都不能开啊！我被炸弹完全卡住了。旁边该不会杀手吧？他也被炸弹卡住了，两个人卡在这里。杀我！我画面好累个。左边也是杀手吗？救救你！杀手卡住了，是不是你旁边那个是杀手？有没有？骗人！哦，不是，骗人！这骗子，有人特地跟你一起去卡哦。啊！你这稳了一点点了，但还是会卡。那要等，那真要等很久。上次跟小鱼被卡了，要不然谁？嗯，没有救了，卡死的，没有救了。对啊，这是谁演这么久还不出来？谁还活着？有人要杀我！有人要解脱你了。他解脱了，他但是他要死了。有两个，他两个人。又画面越来越惨了，又死了。哎、啊、哎、欸欸，是谁？是谁啊？啊？哦，有个蹲很久。WI。WI 没看到他的头像，没有，他跑走了。对对，结束啦！结束了，休息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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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太卡了，太卡了。今天真的卡，游戏连退出来大厅都在卡。嗯，休息，休息，休息。啊，平民卡算了，不玩了。啊，真的死亡，平民卡不玩了，休息。好啦，那这边我再讲一下，就是以后礼拜四六日不一定会开台，所以就留意七点半的时候有没有破开台文。像我昨天。我昨天就是四点睡到七点，然后发现起不来，我就一次继续睡下去了。然后睡到晚上就是半夜十一点，然后要起来一下下又睡回去了，然后睡到早上四点。好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如果忘记嘞，我忘记哦，就补开啊，就比如说啊，对，要开台，然后一开下去了，然后就看随缘吧，有来的就来，没来就算了。好啦，各位晚安喽，拜，空宇走开，拜拜，没有，不走开啦。